家里面。不知道为什么，真的很模糊，真的。加入阿美直播间的，把赞赞点一下。阿美，我喜欢你。哎呀，你在说什么？我走没走，小小走没，地中海走了。你在说什么呢？小小嫁，小小已经嫁给曲布了。没有吧，家人们，小小怎么可能会嫁给曲布呢？直播间家人们，咱们把赞赞先点到10万可以吗？该换手机了。家人们，你们真的是，我以后我现手机现在还能用的，现在还能用，家人们，我手机现在还能用。阿梅过来重启耍，重启啊，哎。你们太好了，阿美，千万不要小小在你家来。好的好的，因为小小怎么说呢，家人们，因为小小这两天我不知道他怎么了，就他生气该生气，但是他确实做的有一点点，就是感觉有一点点严重了，因为他跟曲布，我不知道他们两个要干什么，我也不知道他们两个要接下来要干什么啊。直播间家人们，咱们加入艾美直播间的，咱们点点赞可以吗？点点赞。小小太坏了，小小坏不坏的不重要啊，不重要，家人们。是不是小小给曲布买了一辆车？家人们，你们那天有没有看到小小给曲布买车的啊？今天我真的看到了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跟我一样看到了的。来，直播间所有家人们，你们知道小小给曲布买车了的，直播间扣个一，我看一下有多少人看到了。他想看到了是吧？哦，都看到了是吧？我是今天才看到的，因为我今天在收那个上货的时候，我就看到他了，我就看到他，我就感觉，哎，我就不知道怎么说，家人们，我不知道怎么说。虽然买给曲布啊，对曲布的话肯定是很好的，对不对？但是他这样子的话，曲布以后不知道要对他做什么，家人们。你们都看了家里安个监控是吗？其实我们这里根本就没有什么按监控这些的，而且那个也特别麻烦吧。我感觉没必要啊，家人们，没必要，因为我们家里也没有什么贵重的东西，我们家里面也没有什么很重要的东西，不需要按监控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还是你们都觉得我们家需要按个监控呢，家人们，不麻烦是吧？太阳能监控什么意思啊？太阳能监控是什么意思呀？是有太阳它就可以的吗？你的手镯呢，家人们？我的手镯在这儿呢，我的手镯在这儿啊，昨天没丢，我的手镯在这儿呢，没有丢，王菲哥给我买的手镯没有丢。三，现在点赞多少了？咱们直播间把赞赞点到10万可以吗？咱们把赞赞点到10万，现在已经有4万了，家人们，请个保安。我自己都想去当保安了，家人们，我怎么可以去请那个保安呢？是不是？哪里有时间去请保安？是不是？点赞1000多是吗？点赞才1000多吗？家人们，咱们把赞赞点到10万可以吗？咱们把赞赞点到10万，不要小小什么，小小应该都看不起这个手镯的。阿美漂亮。谢谢谢谢谢谢你们说我漂亮，家人们，王菲哥回去了，你们知道吗？还有个事情我跟你们说一下，你们可能还不知道，王菲哥今天回去了，你们有没有知道的？直播间所有家人们，你们有没有知道的？王菲哥今天晚上不是今天已经回去了，今天你们都知道啊，你们是怎么知道的，家人们？我今天说了吗？
用户939，谢谢送来的墨迹。Hello， 哥哥姐姐、叔叔阿姨们，你们好。今天，我又来收山货了。但是今天，有一件事情啊，就是王飞哥走了。但是啊，每天都要好好努力嘛。今天又是来收山货的一天，加油！啊，家人们，你们看，今天又收了那么多贝母啊，这个一两，来，谢谢，以后有的话再给。干什么啊？怎么了？这要干啥呢？我收贝母呢，怎么了？这是干啥呢？这个？干什么？啊？干什么？啊，就是卖收山货啊，这个，你那个多少钱呢？这个100，才100，这个91两啊，怎么了？才100块钱啊？啊，我怎么那么便宜卖给他呢？本来就是这样子的呀。卖给我，我来，我要了。你不要骗我。200，不要骗我。不要骗我，马上200，一个。怎么这个？会骗你吗？不会骗你。300，这个那么大的车，你吧。请问你，我们钱都给了，我们已经都收了。骗你们这个，在这个台车我骗过人吗？对不对？你给多少钱？200，我直接。那给100，我给200。不要骗我，100。没骗你，马上你货给我，马上。来了。不是，我们都。不要了。不是我。我要卖这个老板。我们都说好了呀。不卖给你，我们。怎么这样子？那个宝，主播，你是不是故意的？啥故意不故意的？我爱说，我就说，关你什么事嘛？啊，你收不到关我了吗？阿梅，那个宝，我们也收了，我们要走了，走，过来，阿梅，我带你去看一下我们的车，就是。王飞哥他今天也回成都去了，他那边能有什么事情吗？没有什么事情的，我都跟你说了，王飞哥不喜欢你。干嘛？啊？干嘛？哎，你不要，那你收他干什么？啊？你不知道有句话就是有钱任性吗？知道吗？阿梅，你要相信我，我跟你说的，根本不会害你的。现在王飞哥已经走了，他也不会回来的。他真的不喜欢你，他不会再回来的。公司能有什么事情吗？公司没有什么事情的。阿梅，那个，要不我们送你一趟呢？那个你知道塔克吗？坐个塔克。不用。啊，走啊！要不我送你一趟啊？你没有坐过车嘛？这个豪车坐起来不一样的哦。走嘛，我来送你，走。我送你一趟嘛。